Hello，先生你好，我叫思璇，我在隔壁花园有个花档，我们现在有做约会哦。现在是一月，玫瑰花是我们这个月份的焦点，请问想买束花送给女朋友吗？嗯，这个多少钱呢？明天送到我的公司。好的。这是我公司的地址和联络号码。请问怎么称呼呢？叫我蔡先生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明天会准时送到的，谢谢你。哇，太多了。看你想吃什么。请问是我李小姐吗？我是，情人节快乐。给我的吗？这个是蔡先生送给你的，希望你会喜欢它。喜欢吗？谢谢。嗨，文丽小姐，你好。
这花是蔡先生送给你的。又是他，谢谢你。温丽小姐，其实我有个疑问，请问我们的花有什么问题吗？先进来吧。坐吧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其实我对花粉过敏，所以从小就会避免接触花。原来如此。那蔡先生知道吗？哎，文丽。哎，严俊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。严俊，其实我一直只把你当朋友。对不起，严俊。会有人要买吗？这是给年轻的还是给有年纪的？这花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？还有这个是什么香气的？其实这束花名叫苍南星，它代表着一份健康、魅力还有正能量。把它送给心爱的人，肯定是最划算的事。苍南星不是母亲节才送的吗？是的，我们东方人都把它当成是母亲节的一份祝福，反而西方人把它当成是情人节的一个选择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嗯，你今天是来买花的吗？哦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啊，给我放几个都好吧。
还在发白日咯。